大部分是工地，是那个爱丁山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将来可以规划为，好像那个建设处这边已经相关的计划已经在进行，所以不能请县长这边来加以推动。那个地方也是地方人的期待，将来可以作为花宜兰县花东这个铁路的一个基地啊，那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地理的选择。那这个部分要分头来并进，我相信会让这个地方会加速的来。